在修行上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师傅，我问一下，就是我刚才我中午上后边转了一下，那个寺庙里边，我看进门的时候是那个弥勒殿，然后再往后是中间是七层佛塔，然后七层佛塔，对，然后西边是钟，西边是鼓，然后鼓楼，东边是钟楼，钟楼对是。这个钟鼓楼，钟嘛，它声音就是师傅说的那种异音，然后鼓的话是噔噔噔噔噔，就像师傅说的一样，就像，然后再往后的话是，最后边是那个法堂，哎，对，大雄宝殿没有大雄宝殿，黑那个佛像是黑色的，叫如来大，大觉如来，大觉如来，对，然后西边是西方三圣，然后东边是那个。大士殿，就大士对大士殿，对，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哪个大士？大士殿。千手中间是千手观音，观音大士。左边是普贤，右边是文殊，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些都是应该是有表法的，对不对？每个本来表法是过去丛林里面的。那个寺庙的它的建寺是有表法的，那现在有很多的庙宇，它的排列是随它现在每一个庙场主，他可能他有想要刻意让大家陈列一些什么，所以那些你说这样子的这种表法，那要知道他那个道场主他们是要为了什么样发心，他为什么要设这种菩萨像，要他们才清楚啊，那么清楚。但是一般从里面的规矩里面，那个表法是非常清楚的。就大众丛林里面，你会进去就是弥勒殿，弥勒殿旁边一定是四天王殿，对吧？那个弥勒后面一定是韦陀菩萨，韦陀菩萨看的就是只对大雄宝殿，这是一般丛林里面的它的建制就是如此的。那其实这一个建制，这一个图腾，其实就是你决心之中的运用。所以你进门之时一定要面对是谁？面对的就是你的根本世心的原名。世心原名就是弥勒，世心的原名，你过去不认识这个世心原名，就是流浪在外面的一切感受，在流浪在外面的一切感受，就是弥勒面对的那些感受，弥勒面对的感受就告诉你，它就是世心同等的作用。可是过了那一个门捆以后，那就是世间作用，但是世间作用也没有离开过根本清净心中的根本本来面目的原名。所以你要回到寺庙来，回到什么叫寺庙来？回到就是你心中的那根本的楼阁，根本心里面的那个庄严处，那个殿堂处，回到心中的殿堂时，第一个看到还是要认那个世心，还要从世心上面认。世心就是你先前，就是师父这几天讲课，你先前的一切感觉意识现前处，你重新再去解读，就是你只现在大觉心境，你唯一可以看到会依持的适用现前。你明白它时，那个就是大度能容。因为那个世心它能够容一切法，所以它大度能容，它一定常开口笑，因为它本来就是世心流出其流出世的流出去时的那个时候的根本心中的称性的大乐。但你看错了，就从此以后就变成流浪在世间的一切感受，是吧？所以回头来时，你要去认那个世心，就是你要踏过那个门槛，看到就是你那个世心，你要在世心面前先做顶礼。你要明白那个事情是，就是你心中的根本觉体的原名时，你会发现在每一个念头上，过去意识的造作上，似乎就自然而然就有一个力量在为你镇守，为你把持，因为你已经知道原名了，就不是过去，就不是以前向外的流浪，所以你面对的是弥勒，但似乎就在你面对弥勒当下，好像左右二侧就有一个力量为你压制所有一切事情过事行事情事情跟事心过去的业感流浪，他就帮你控制着。那业感流浪是什么？就是势力，就是妄想，就是心里面的暧昧，就是流浪处。那一个帮你控制的那个力量，就是四大天王，对吧？你看着弥勒，你已经感觉到在心底深处就有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就是入世间的最初，就第一个从世间往上看，就第一个天。四大天王为你镇守四方，脚下踩的就是你心中妄认的那个暧昧鬼祟。你看他那个造像都是脚下踩的那些鬼祟，就表示为你镇守住你每个事心事情现前时，那个心中再不随一些鬼祟流浪，
镇守，你能够看到那个心，明白实心，又知道在一切感受之中那个自然的规律，那个自然的清净，那种约束，你再回头去看，那其实就是你念念之间已然知道向决心去看的那一念赤诚心，向决心去认的那念赤诚心就是韦陀，对吧？所以你要怎么样看到你心中的韦陀那个护法，就是你一定要先面对你的世心的根本，然后看到你在一切感受现前，不是不知道感受，但是它都是入世间，它就是清明的镇守，那种力量现在处，现在再到看到那个感受的后面，其实就是你韦陀的庄严，它念念之间就帮你建立成你念念达到当下就是护持大觉体中的那一个心中的根本的赤诚，那根本的愿力，所以那种韦陀一定对的大雄宝殿。一定对他把大雄宝殿，过去的古丛林都是这样子，都是这样子的建祠。那现代有很多的不同的建筑物了，像台湾有很多大道场，他要不以古制这种风格的话，像中台禅寺，我也不知道他那个当时他是用什么心去摆设的，他们是为了要启发什么样来参学的人，他到底是要启发他什么心，这个有的时候很难去测，很难去想，但是心性中的城池，心体之中的你过去的那个每一个建次，在古道场中它是真正为你心城之中为你铺设的，对吧？所以你进到道场那每一步每一进，请你仔细思维，就是你开始面对自己决心时，面对开始你懂得怎么样回头照到你自己大雄的本来的那些的途径，那些的步骤，啊，那就是道场的风格，好吧？是你是在后面的道场？对，旁边的。那叫什么寺？丛林寺，丛林塔院。丛林塔院。那个我去一些那个禅，都是一般是禅道场多嘛，禅宗，然后有这个参话头和看话头的说法，讲一讲差别。哦，参话头跟看话头其实都是叫你在话头上面用心的，参与看就是方便随根基不同说的，是吧？或者说心熟时，你当下那叫看，那叫做观，就观看其实就是一。但是或许刚开始接触时，在观中你不能够太过明白什么叫观中的作用，所以你似乎好像是看，但看的目的就叫你明白嘛，所以看当下就有参的意思，参或许是叫你在看时你要更能深入，或许用到参字，看就知道你念念不移叫做看字，于看于参的念念都能清晰时那叫观字，所以观字现前怎么做，观字现前可能是最初的念念的看着，所以看不只是看，你是要看着，看着它，然后参是在怎么样参，参就是你在明白观心时你念念要深入，就是参，念念深入就是参，其实和我们平常就是随你怎么样弄什么文字做现前你的行为的提息跟导引，用看用看用参，其实就是让你达成止观。什么叫止观？心熟固止，对吧？慢慢心熟以后，智慧开始的时候就是观。什么叫智慧？就是你熟悉以后，所有的一切应用都现前，念念已经是根本不会怀疑了，不但不会怀疑，也念念心中就不会偏移，那就是开始观时。所以观有两个相，一个是你慢慢体会到那根本本来面目的大观，那叫宏观，但是你要达到本来面目的大观时，你现在就要用观心慢慢熟悉，从观入观，但是前从观入观前面或许为你说看，或许为你说看，或许为你说参，都是接引，但是都在话头上。那话头啊，丛林的话头不外乎就是让你打破现在的执着，在你任何一切感受现前时，你要明明白白回头去呵护，会去呼唤你那个根本灵明的觉照，就这样的参。所以比较通常的就是我常讲的那个能观者谁，能觉者谁，能知者谁，那个能知者谁不是让你去找到一个谁，是让你打破现在你对过去对一切感受过去的妄想那个执受之中的沉闷，就打破它。在决心上面，明明是感觉，那感觉自己不知道感觉的，那本觉都不知道感觉，那感觉现前之后谁知道感觉，是这个意思。所以将来你在一切感觉时，你就不会像一般凡夫一样还妄执着过去习惯的以为是感觉上说感觉的那种业力，
你就在感觉上面体会的感觉，说感觉业力时，你就会回光，去体会一个，那心里面明白一些感觉的，那从来你没有去体会过的那个决心，那个黎明，就从那里开始熟悉的，就慢慢回头。所以刚刚在跟法师聊天的时候，也讲到那个观音菩萨圆通章，出于文中入流王所，那也是看，那也是参，是吧？入流王所，光讲这两句，讲你真正平常就是用心参时，就在声音中闻时，刚开始你要闻那个声音，你都会搞不清楚到底是尘，那还倒是是根，到底一尘还是一根，你都会搞不清楚。但是你搞不清楚时，你是不是天天都看在那里？因为你要熟悉，都看在那里。你在看时，你不只是看呐、啊，你的心中一直在不断的在里面融汇啊，是不是参？久而久之，慢慢心熟的时候，慢慢心熟。什么叫心熟？就是念念之间，你念念跟他接触，心里面变成了一种善习气了，惯习时，你自然就能分得清楚，它不再是尘，也不再是根。将来你听到声音就知道是根，在根中也不是有个根可以守，也不像过去一样真的以为有一个东西可以拉回来叫根。当下闻到是尘，你就知道是根。指尘你知道是根，根你根本不必立它在哪里，这都是闻性。但闻的当前，你何必还在分什么深尘？当下就是深。所以那个时候刚开始，你在参熟之时，于根于尘过去的种种众生不熟悉时，那种心里面的搅乱自然成习，自然成疾了。慢慢你就会习惯。反正我讲的就是心熟，就是久而久之，你在这边参时，全部在于根于尘上面，你还是向外追逐那个深尘吗？不是。全体你听到声音时，就是什么？就是你闻性现前处，闻性现前处，当下就知道有深尘。但你还是像过去一样，还有一个势力向外去流浪，去捕捉深尘吗？根本不必了，根本不必。因为听到声音时就知道是根本就是现在的闻根，虽然还不能讲闻根了，但最初你在闻性上参时，你已经体会到入流王所。你为什么知道入流？因为你一直参时，就是敢担当现在过去你所习惯的世音流出去过，流出去那个势力，那个就是一切流，世音现前就是流。但是过去你在流中你就是流浪，那凡夫外道他是想要避开这种流，避开这种势力，想要再参一个清净，那绝无是处。因为你知道那都是一心的原名，因为你在看着它，看的目的你就是知道在参那个觉体，因为看着参那个觉体，看着它，你就是念念之间要体会那个觉体。所以在体会觉体时，你虽然现在看的好像是向外奔腾的那种过去流浪的流性，但你事实上你在流性之中就是明白觉体时。当你真正知道那个流性，明白觉体是过去是生成，现在流性整个回头时，其实你就突然感觉到，就在这个流中，你根本就不会妄分是根是尘，根本不会妄分。那已经是那种还不叫做照见根尘，但你已经知道它就浑然一体。那个心性中啊，那个过程里面，你心中的熟悉，它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为你拉回来的，一步一步为你拉回来，这才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入流王所。那入流王所时，那才是你在一切文中最清明处，它就再也不是过去只是随流的那种势力那种业感，但不随流处，它反而更明白那个流性，要入流王所，它就不会再妄堕于所。所以经文到此都没有跟你写一个能所，它只是跟你讲入流王所，它也不跟你讲什么叫能。所以这种心体上的功夫，若是你不是用心的人，那我今天在这边怎么跟你讲，你可能都体会不了。不但你体会不了，现在有很多人，现在所谓的世间上的大师，我们刚刚聊天的时候也聊到，名字就不讲了。我是听他在电视上跟弘法中讲，入流王所就是听着听着，譬如看电视，听着听着就没有声音了，听不到了。那光讲这种，就表示他根本没有在心里面参过，他没有当下。甚至不要说参了，连看都没有看得过。所以这种声音就是过去你真正不用心学时，你有时候你很难体会什么叫入流王所。入流王所你不能说叫打成一片，但是你已经知道，你已经不是过去妄想众生的，只是随着声音流出的那种妄想势力了，那是全然已经都是回光当下，再能来在所再能，其实你已经知道就是一了，那入流王所，那是要你真正去体会的。所以那个参处
没有离开龛，那个参处，那个官处没有离开龛，也没有离开参，对吧？你用到那个官时，真的用到那个心时，当下就是龛，龛中就是参，参中就是龛，对吧？但是它目的是让你体会什么？就是体会那一体的圆明，照见根本的觉明，那个叫做禅。所以中国祖师讲的禅，它是根本包含一切各宗的精髓的，它就不是过去我们在譬如说南传佛法其他的佛教之中这妄想分别什么净土什么禅宗，不是这样分的。所以你明白那个禅字之时，你了解那个心中的根本原名时，一句佛号你都知道为什么念，而且念处你就知道它根本不二，那也是禅，禅心念佛号。那叫是真正念佛人，我也之前也讲过，你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处无量寿无量光时，你也能够知道在无量光中你一定超越一截儿。所以真正净土法门它应该也能入种种禅，因为是禅境界，对吧？所以佛法之中在决心上面，假如你站在决心的根本道理上讲，你念佛能入禅境界，你念修禅能入一切净土境界，这是必然的。为什么？因为它根本就是一心，根本就是一心。一心中的法门或许方便跟你说佛名，或许方便跟你单刀直入就告诉你觉体的不二，让你认如是觉心的根本，但是觉心的根本现前处就一定没有离开过诸佛的洪名。那诸佛的洪名它一定是不断在名中让你去体会，那就是根本一切大觉心体诸佛的本来，诸佛的根本清明，就是如此。所以那种你能体会到中国佛教的把觉性讲得圆满处，让你在最初下手时行者发心时，你就是在这个圆满心境上念念做你的方向的，念念做观的，这是中国佛教讲的禅，这个是禅。所以那个禅宗是入一切法的根本，那个禅宗是开大智慧的泉源啊，真是开大智慧的泉源。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是名的意思想知道。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是吗？对，还有一句是、啊、菩萨若以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即非菩萨。嗯，对，今天好像讲过，你要知道心生于佛，对吧？能够心当下你会知道那就是佛，但你不能认为说真的心生一个佛，心不能生觉心。觉心在布施之时，布施啊，它不是原色身相位触法，那就是大觉心体的根本遍布。遍布出来现前之时，你方便说色身相位触法。但是你不是看到觉体的根本的遍布，觉体的根本的圆照，你是圆种种假象仍造作说的布施，就不是布施。觉体的布施是横遍一切的，所以呢根本不必圆念，横遍一切现前之时，你似乎才有色身香味触法的呈现，但是它不是为了色身香味触法布施的，这是金刚经讲的。所以还有住色身香味菩萨布施时就不是菩萨，因为菩萨叫大觉有情，它不是因为哪个因，因为哪个名，哪个相中成就的，它是本来现前处决心现前处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布施相。所以六度里面布施是第一，为什么叫布施相？现前决心一定能够遍布，就是布施相。你能够不，你要是不敢担当决心之中当前的所有一切遍布，你就是暧昧决心。在遍布当下就是什么，就是根本大觉心体的本来清明的律动，所以叫戒波罗蜜施罗波罗蜜，它就是根本的律动。在律动当前，它所以现黑现白现种种相，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心中的忍度。它虽然现种种相，它却不被种种相所侵逼，那叫忍辱，就是忍辱波罗蜜。那当下就是忍一切辱，辱字怎么写，辱啊，对，在一切当下都守那个心中律动的分寸，就忍辱。然后你能够这样如是做如是看，就是什么，就是精进波罗蜜，就大觉心体的精进波罗蜜。那随缘之前就能如是现，那就是决心必然的精进。
他无所不至，无所不达，就是他的精进。然后在精进之中，在一切片影之中，他根本恒住不二，恒住不二之中，他才能够禅演一切二。于不二现而二而不现，二现不二，就是禅定波罗蜜。你能前五相，你看到心中的缘起，心中的种种性德，心中的种种名相，那叫般若波罗蜜。所以你在这个布施上面，你还说我缘念什么色身香味触法布施是错的，那就不是菩萨。菩萨不因为种种色身香味触法布施的，对吧？再讲个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大觉心体可以知道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觉心说的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是你所执着的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吗？不是吧？镜子现色之时，镜子所现的色是你执着是真有如是色吗？不是吗？它是超越一切勤想之中的分别那种嫉妒嘛，所以叫做即非我见众生人见众生见受者见。那个非字不是跟你说否定讲，那个非字不是跟你说否定讲，那个非字是你因为你知道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所以你不会妄堕在真正有足是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那种伎俩，它是超越的。就好像我常常跟你讲镜子见色，它绝对不是跟你只是堕在色中的伎俩的，它是超越一切色中伎俩的，叫即非色，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所以它才能够随缘现出我见众生见受者见，叫即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你决心都是这样的，决心可以照见一切法，但你却不能拿一切法来量它，就是非；但它必定能够成就一切法，就是明。所以它下面上面一定要有一个两个字“佛说”，对吧？你要站在觉体上看，那叫《金刚经》，就是你处处圆融如是《金刚经》。所以《金刚经》我。师父要讲的那个现在我还在讲，就是金经开卷就讲到如是我们开始一直到夫作而作，对吧？然后才告诉你菩萨应无所住而行布施，对吧？不住色身香味触法布施，应无所住就是告诉你大觉心体的流出虽然现出是一切世间的行仪，甚至于到社会大臣托钵都是世间的行仪，但是这个世间的行仪其实就是你心性之中的限量，因为你每天觉性都在哪里，你每天的觉性都是在你大觉心体的丰德的智慧里面处处呈现，处处去化缘，所谓的化缘就是呈现种种缘，所以那个叫实时，就是摄取当下，你的决心有都是在你的丰德城中，什么丰德？就是那个丰德的星辰，它能够丰德的星辰，它能够成就一切种种诸品，能够成就一切万类。谁在这个期间？就是佛性在这个期间。刚刚早上讲的众生度佛，你就在这个期间一切感受时，就类似好像佛在托钵时。那钵是什么意思？钵就是让你打本，所以钵字不管你从金从那个瓦字都是让你打本的。着衣持钵就是告诉你念念之间你所有的一切感受之中的那个丰德呈现出来的那个世间从来没有离开过根本大觉心体的如是的庄严依法那个法性，叫着衣持钵，就是你念念打本，摄取当下念念打本，你的觉性每天都在丰德城时时都在那里起誓，都在那里化缘，你能够看到那个觉性之中的每天的日常，那个是根本的性德之中的作用，所以世尊现前到世间时他所现象也是如是，你心性也是如是，都是如此。那这个化缘之中犯四气收一波喜足以佛作而作，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当你摄取时，你将来犯四气叫受起，摄取完毕时收一波，就是根本也不必再留一切种种行持你过去的造作，喜足矣，就是不留任何迹象，但是虽然不留迹象，你那个大觉心体永远就在你每一个念头的当前就如是拂作而作。这是前面金刚经的前一分，
所以看到好像都是世尊入世间的种种行持行仪庄严，但是把世尊入世的行仪庄严你深刻体会，就是你每天心境觉明心中游历的庄严。你能明白游历的庄严，才能够知道什么叫菩萨应如何住，如何降伏其心，是吧？大觉心体要如何降伏其心，就是这样的降伏其心。所以才告诉你因无所住而行布施嘛，而行布施就是告诉你觉体之中就是如此。所以你先把前面那一分清楚了，你后面说的文字你就能搞懂，你搞懂事实，后面就告诉你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你现在告诉你大觉心体出去游历社会城的种种见，那都是心性之中的根本的澄明。但是现中世间时，仿佛就好像有世间如是庄严的安利，但他真实是跟你讲如是只是世间中的现象吗？不是吗？他念念之间就在世间中的现象里面，他让你倒归觉体的。所以将来你要是真正明白那念心时，你看到世间的现象时，你也知道是觉体根本当下你必定具足的本来的性德。那世间上所有的作用是什么？就世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而已嘛。但是根本不，世间的所有的一切你认为的世名都是心体限量的，它不是堕在如是名字之中过去众生的那种流转，对吧？你能这样的体会叫读懂金刚经，对吧？所以我一直想要把金刚经开卷，就金刚经开卷，就那一分到夫作而作讲完，到现在还没讲完，当然还没讲完。那个讲完就是你要知道那觉体的平常心的流离，那就是大觉体中的性常。他不是刻意讲的多，你看世尊现化，对吧？好像现与众生平常，不是，那就是大觉心体的性常，就是如此。我所以在那个好像金经开卷那个文字里面想说，好像写过什么，不是我们现在以为的将圣以凡，把圣人拖在凡中来衡量打哑，世尊多慈悲，每天还是这样托钵，那不是，只是告诉你这样子而已。一卷经的经首，其实他有的时候就是叫你懂得心性之中的流出，他讲的都是世间的行仪，世间的现象，但世间哪个离开过心吗？你现在参心不是还在世间中参的吗？你能离开现前的那一念去体会决心吗？所以讲佛法在世间，当中世间觉，世间到底在哪里？每一个心念当下，世间到底在哪里？每一个过去你感受当下，世间到底在哪里？就是你所有的一些冥想，任何现在境界现前处嘛。但是佛法在世间呢，这么多你认为的当下，那么多的建立处，你将来要看到你的佛性在哪里，对吧？你的觉性就在哪里。这个不难，来，你说。师父，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一心师兄也问到这个四相行，我就比较具体到受者相。我还是截了这个圆觉经这段经文，善男子，云何受命相，为众诸众生心造清净觉所了者，一切业智所不自见，犹如命根。我听您的圆觉经的时候，我也是没有太理解透这一段话，然后您在《一海百门》里头又讲到这一段，所以我今天就当师父面问一下您这个问题。受者相是最维系的，是吧？我云何受命相，为众生心照清净觉所了者。前面不是在一切相中你都知道，就是觉明清净，不管是所了跟了者都已经知道。那寿命是什么？觉所了者，就是因为你攀缘这个觉所了者，所以你一直觉得就是恒常就在现前。觉所了者，看到一切所中，你那个明白的那一念清明，那个照性，你就是一切众生在这个上面一直认为有延续的，一直觉得有这个感受现前的，就是个觉所了者，那是最维系的东西，觉所了者。我为诸众生心照清净觉所了者，一切业智所不自见。那一切业智现前就是这个觉所了者在照现。业智你可以方便为你说业智的幻化，但这觉所了者你永远搞不清楚它到底在何处。所以你能够知道业智的虚妄，但你永远不清楚那如何能够呈现如是业智的。
那是寿命相。所以那个是大觉心体，它赋予一切法中，它必须能承续、能承续、能够延续的那根本的觉明。但是你在这个根本觉明之中，一般众生只能在业感上面分别它的虚假无常。但是这个虚假无常它来自哪里？来自你根本那个清净这照性那个觉所了者。但是要是在这个性上，你若是不能够明察的话，你要是不能够熟悉的话，你现前攀缘的都是业智的所有的一切从妄想浮现。所以你要在断足是妄想浮现，可是这个寿命的业根过去，为什么现在讲业根？因为它所有呈现都是业力的根本。你现在在讲说要如何断它，你要是不认识它时，你要是只是下面业前的影像，那个影像就是清净觉了处，觉所了则处。你只是想要掐灭业中幻觉的种种影像，但你就不知道它怎么样一直不断的横现。那个是受者相。那将来在业智你体会到受者相时，将来在一切觉明现前处能够成就一切世间的时候，也是它赋予一切世间的所有一切寿命的一切时间延促，所有一切长短都是它赋予的。那就是受者相。但在过去你在凡夫的心性之中，你想要回头去察觉它很难，是最难察觉的，是最难察觉的。所以它叫犹如命根，它就一直在哪里，就如犹如命根。你就算能够知道那个业力的虚妄，但你就根本不知道它业力它虚妄时它是从哪里能够起成的，哪里现起。你说它是业中的根本吧，它不是业，所以它是清净相。可是这个清净现前处就是业，它永远就在传递如是业，它永远就在传递如是你的感觉，成就你的感觉。所以那个心性你若是不能照了时，你就在一切业感上面你也不能担当，你在一切无常之中你也不知道如何在无常之中你从此了断于无常。那无常也不是让你随便了断的，所以你要知道其实业智就是业性就是如此，它的寿命的业根它的本来就是如此，你才能够真正了断的。所以这个叫做犹如命根，一切业智所不自见。你凡夫用尽任何的发心，用何的回光，你看不到它的，它根本不是你能够用种种业智所见的。那你要在既然不是用业智所见，在哪里体会的？在知道觉心时体会的。你知道觉心时，就是我想讲的，你看到一切业障现前时，就是觉心，它必定能随现，必定当前随缘现的。那觉心之中一定有个作用，它念念为你延续，念念为你呈现，就是这个，对吧？就这个像，所以这个你说你要怎么样了解文字有时候很难。将来你要是照我的方法开始慢慢回头观想，回头去观时，你才能看到这些受者相，才看到受者相。所以这个受者相不是你受于什么样的感受前面的时间或者是什么样的感觉，不是的。你那个受者相是你已经明白觉性的器皿那个不断的延续，所以你在那个受者相明白时，你就不是在业感之中在妄说的种种感受，那就完全不是。但是这个作用却是你一切业感现前处，它是一切程序处，对吧？程序处，但是更维系的净体现净色时，你能够明白净色是虚妄的，刹那生灭，对吧？它的种种受量就是它时间的长短延促，你都能明白。那现如是受量的是谁？你在这一些感受那个尽性一定有个作用，它一直不断的现如是呈现。你要是不能够明白如是受者相时，你永远就在那个呈现出来的那个浮动之中，你纵然说尽无常，但你不知道那无常是从哪里念念之间为你呈现的。所以你想要回避无常，那也不是认得觉体时。你要想要看到无常，那无常到底它念念之间，那无常之中念念为你呈现的，你根本感受不到，你也参不到那个延续在哪里。这个是受者相是最维系的，是最维系的地方。四相，我再多一句话，在听您这个一海百门这个讲的四相的时候，我就是理解和以前有不同的地方，感觉还是您原来说的那句话，就是你看对了四相，当然都是你决心留出的，你看错了四相才是我现在执的
我人众生寿者。嗯，所以这四项还是刚才说，他你看对了，他就是个名，他不是真实的，你能去执着他的。明是因为你知道是决心，所以我说刚刚为什么叫受者相最难讲，因为你不去当下去参，从来没有在参中去体会过，在任何现前的不管是一根一尘，你没有去回光过。有时候在讲这个什么言处怎么样，像程序怎么样传递，你可能搞不清楚，没办法搞清楚，所以我们只是在文字上解释。所以我不管是我人前面的四项，当你到受者相时，我人众生你好解释，但受者相你怎么样延续你不知道，对吧？那受者相似乎就是你现在不管讲尽什么无常，你参那个决心之时，你讲尽什么无常，但你不肯去认那个决心，它必定能够如是常照。但是常照用到堕在众生世界之中，就是四相，那就是四相。但是四相里面，你要知道，在见性之时，它本来就是你觉知的应用。甚至于那个四相现前，我相、人相、众生相，那都不是过去你以为就一定是流浪，因为决心现前时，它就有众生相、人相、我相，因为它一定能呈现，它一定能呈现，对吧？所以这个要在哪里你才能够真正深刻体会？那有的时候你要用语言去想要让你明白，似乎很难。但假如将来你在任何参时，假如说任何感受上面，你能真正举到说那现前是什么相，或许。之下，你再慢慢再从我讲的那些一些文字里面，你似乎好像能够知道我在跟你讲什么，但不见得我们是一定从这个四相之中已经参得圆满了。但是你一个行者最初在参这个感受现前处每一个当下时，那个四相的过程里面，你可能都会有在经历上面的一次一次心中的体会、心中的批驳，那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恩师父。师父。那个，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想请说一下哈，就是我个人的嘛，就是在一天那个二六时中，怎样去保持这个善念？嗯。然后就是说，当这个恶念和妄念升起的时候，要怎样去这个调伏和视觉？今天皈依就跟你讲了，恶念跟那些。现前时你就告诉说，平常在善念之中发心还不赤诚故，用到世间法还不要用到修行，还不要讲到修行。你要是天天都能够发赤诚发善念的人，他不是你有善念就没有恶念，你将来会发现善人心中一样还有恶念的，只是恶念现前变成他心里清楚的辨析而已，他知道这是恶，不是善人不明白恶，不是善人没有恶念。他看到恶人都知道这是恶，这个行为的恶，他每次看到知道是恶时，是行为的恶时，事实上他心里面就是过一遍，所以他也知道恶。同样的，他不是看到外面的人，他心里面起的任何念头他也知道这是恶念。他为什么在自己恶念现前不被恶念所束缚，而且他变成了辨析，变成了念念的明白，是因为善念具足故，善心发的因地心真诚故。所以你说要如何保持善念，没有办法保持，你要愿行之中不断告诫自己，念念之间不允许你自己能背离了一切善心。那善心这些东西还是世间法中说的，佛门就告诉你为什么会堕在恶心，一定被觉故才会有恶的。你真正要达到至善，你真正要想要真正保持善念，要是真正在这个上面起身发心的人，他最后他就一定会发一念心，就是他一定要念念之间保持发菩提心。那发菩提就是发菩提心，当下就是你要念念照料如是根本的本来面目。你只要照料根本的本来面目，你不必去保持善念，他所起之处就一定是善念。因为你只要知道一点决心的清明，清明就两种，一定的必然，一定他能够知道一切善，长养一切善，他一定明白一切恶，能断一切恶，那叫清明。所以你只要回光在觉体之中的本来时，你就会念念之间就会不断的去体会那个内念根本的清明。内念清明若是你能体会一点，你会发现你的恶心就算在现前，那也不过就是当下为你刺激善念现前处，对吧？直至到什么程度，直至到你成佛，那个恶心恶念也不会断。所以你成佛时那个觉照之中，它不必
避开的避，不避性恶，对吧？性中的恶它不避，就好像你知道是决心时，你要避开决心一定向下流转的势力吗？那是性，它好像决心就会去取着现在的种种感受，向下种种流浪的感觉吗？不必。为什么不必？因为你已经知道是决心了，看到向下流浪的感觉，流浪的作用时，你知道现如是相而已，其实全然都是觉性，所以你更明白那个相，恶相。但是你在恶相之中，你单单看到的就是那个觉性，那个明白，懂吧？那才能够保持。所以第一个，不发菩提心不能保持；第二个，要在世间法中说，你这善心的愿力不够虔诚故，念念之间，你不是每天都在一些日常生活之中，你懂得赤诚恳切发愿故，所以你在一切恶念先前时，你好像才要什么？才要克制，才要降服。当你真正有善念时，你恶念根本不必降服，恶念不过就是恶心起处，不过就是增加你向善的智慧而已，更亲民你，更抵定你那个善心的愿力而已，对吧？所以皈依时我讲嘛，你只道忏悔，不是就近，你要有愿力，要有愿心，那就是就近。等到你明白愿力时，你就知道哪个是非善，哪个是善，你就知道哪个念头属于恶，哪个念头属于增长增上，你一定清楚，懂吧？所以要这样发心，对吧？所以常要在佛前去忏悔发菩提心，你不要小看每天那个动作，那个动作就是让你习惯，动作就是不断慢慢的让你激发那个赤诚。你刚开始拜不见得是赤诚，但你不拜根本也找不到赤诚，你就是这样的拜，这样的天天把声音提起来，弟子要如何如何，弟子惭愧忏悔，弟子要发什么菩萨的誓愿，你天天这样拜，总有一天从你的行为里面把你心中的那种力量，把你心中那个智慧把它唤起来。因为决心啊，决心本来具足，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但众生过去在业感之中流浪久故，所以方便在他回头时，又就如是业性说他回头时，方便说种种熏习，方便说种种熟悉，你就要这样子熟悉出来。但是你所熏习的，你所熟悉的，你将来就知道那也是你自信之中根本具足的，对吧？要是不具足，你想熟悉也熟悉不了，你根本不具，懂吗？这个你就是，所以你说你要怎么样断恶，将来要是修行的人，尤其是我们在家菩萨，你说师父我们要怎么断恶，就一定是善心善愿没发，或者是发了不具足，或者是你不知道如何，你天天念念不断的鞭策自己，不断的砥砺自己，这个功夫少了，懂吗？知道吗？那个中正，中是本也，中也是当下看到你的发心，你念念要看到你现在的本怀，你念念看到你现在的本行，那才是达中。所以中不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中还是看到你现在的起心，叫中正，对吧？你念念能够把它提起来，那什么叫达本？那个真正不管你所发的愿，它真正能够领域你所有的一切心念，那才叫达中，那才叫立中，那才叫立本。要这样发心，要这样发愿，对吗？决心都是可以这样子。将来你会发现，因为决心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熏习？决心为什么可以这样长养？决心随你因缘能长养处，佛门中的弟子，他会比一般的世间人向善的人，他会多向善一念。因为决心能懂得用种方便能长养故，那决心本来就能超越一切。决心因为能长养故，他本来就他不堕一切，所以你就根本也不要担心那恶怎么断。当你明白决心根本不堕时，恶性现前，你根本不向他认，恶心自然就断，对吧？这个我突然想到，我刚也在聊天时跟那个法师谈过，以前我在茅棚啊，那时候刚出家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那个时间经历好像有半年之久，我每天看到佛像，茅棚之中就我跟佛像嘛，因为以前我还是很自闭的，每天我就看到佛像，不然看经书，突然有一天像发疯一样，我看到佛像就在骂佛，骂的是三字经五字经，反正最丑陋最肮脏的字眼，心里在骂佛，你越想骂佛越觉得痛苦，我怎么会是这样，那越在顶你越骂，趴下去以后就骂，骂到什么程度呢？骂到你越惭愧越恐惧越担心时，那个声音就越来越强，甚至于到最后
我自己骂，心中还觉得自己惭愧，居然惭愧时还情不自禁的面露微笑，所以我都会发现我好像快变神经病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吧？就是那段时间突然看到一本新书叫《诸法无形经》，那意思就告诉你说，在众生在一切感受或贪嗔痴现前时，他马上就攀缘，我贪我嗔我痴，所以你永远跳不出贪嗔痴。就像你恶念现前时，我要怎么断？其实我要怎么断？你已经像潜在意识就承认我有这个念头。所以过去的种种业力贪嗔痴种种业境现前时，你首先要告诉自己，你根本不向他去认，那不是我，认他起来，你不要向他去认，你不要再向他去攀缘。攀缘有两种相，一个是造恶，一个是心中起身尴尬，你想要逃避想要回避，那其实你就在上面不断加强那个力量而已，是吧？所以后来我看到经以后，我再骂，我就心里就在想，不是我，那过去的业力，然后再骂，就让他骂吧，反正就过去业力，我就等他业力尽了，他会清净，心里面就多了这个信念，业力尽了他就清净，就多了这个念头，念头就不太一样。久而久之，一个月以后，从此没有那种声音，也不会有那种神经病的那种动作，对吧？不然的话，越多下去越恐怖的，那真的就会发疯的，对吧？还会突然自己在那边暗笑，你看我多会骂佛。还会暗笑，还会得意，都这都是可能宿世以来的业力。但你现在碰到的时候，你不要马上向业力去认，业力都是虚妄的，你心中不肯认识，而且我们都是学佛的人，你不认不是像一般人，一般世界人只知道不认，一般世界人只知道不认，他在其他的念头之中更没有向决心去精进的任何的方向的，他那个不认可能只是短暂的，是暂时的，所以他永远不是究竟的。因为我们是学佛的人，平常你就知道在觉心之中，在菩提心中，你要念念去向根本本来面目去认的。所以现在你去懂得在感受现前、罪恶现前时，你念念不认，你不必回避它，你就看着它。你那个不认，还是在大觉心体之中去认的资料，那就不一样了，对吧？那跟一般世间人所说的他的不认是完全不一样的作用。佛门中的不认，可以跟让他更清楚决心的作用。世间人的不认就停留在那个不认，他能够逃过一时，他一定不能够逃过永远。为什么？因为他还不知道决心，永远不认决心。那你不是，你是佛门弟子，懂吧？这样的发心。嗯。一个恒心坚信的人，就是如果他现业，就是到老了现业的时候，如果现了老年痴呆的业，他还会能脱离到轮回。明心见性啊，对，你真正在。我是一个明心见性的人。要真见性，不可能痴呆。哦，就是真见性是不可能痴呆的。嗯，见性要见到什么程度？我讲的见性，可能你之前听没有来上课，是吧？这就是今天这个，我说不是以前听过，我说这段时间没有来上课。我跟你见性就是平常你在一切业感之中，你都知道其实就是心性。你明白心性业感之中是心性时，它就不会有过去那在业感里面一直被业感虚妄带到那个最紧绷处，对吧？他就觉得突然就有一天那个痴呆现前，他都知道觉得是谁，他都不会堕在痴呆。因为痴呆是因为你还抓到那个业感，所以你就很容易就被痴呆走进痴呆。所以要是真见性人，周立盘特切以前是痴呆，他都不是痴呆。所以那叫见性，所以见性人不会有一个明心见性人他得了老人痴呆，是吧？明心见性人他或许你看他要是他再有业报，你看他现在那个些痴呆相，可心里面很清楚啊，那现在现行是受业，但心里清楚，那是明心见性，是吧？那才是真明心见性。所以会有将来会有种种痴呆的疾病，就是平常你抓的感受最末梢沉重太久，就像橡皮筋拉拉拉拉拉到最后弹性尽失，那个我们心中的清明是在那个妄想之中一直不断的在那边拉扯的，拉到最后弹性尽失，马上堕在痴呆，会堕在痴呆的。所以你想不要有老人痴呆的现象吗？就看仁者，你当下平常用什么心，对吧？你一直抓着感受的末梢，一直在抓着那个势力最强的那个
那个最后那个感觉，你小心啊，因为平常要抓的感受的末梢、情绪的末梢时，其实还没有到老人痴呆。有的时候情绪现前时，你已经发现他就有一点痴呆像了，对吧？不是吗？你自己将来就会自己去不断的去检查审视自己，是吧？是，那你说痴呆像还是你心现出来的吗？那些感觉不是现出来的吗？都是因为没有一法不是心现的。但是现出来说，既然叫业力，那你全心都作业。明白，知心取知心那种。就全心就变成业了，就全心是业。所以到那个时候，你再想到找到一些心中的清明觉悟是处，就没有临时抱佛脚了。假如你平常那个心就不随感觉，你在感觉之中，你都知道那个清明。就算你没有大彻大悟，但你已经像师父常讲，那是世间圣贤用的那个人心。你将来就算业力现前、大病现前，你看到是有那个病体，但他心不会是病，绝对不会是病。心不会是病，他业力现病时叫消业，就是消业。所以老病死是其实是你能掌握住的。你要是明心见性死，你也没死啊，你不会有死。你觉得死，你都知道是感觉嘛？你已经见性，因为他在觉得死时都是知道是感觉，所以他知道是这一期果报将歇。因为他在死中，他根本没有妄执，所以他就不像一般凡夫。你抓着那个死觉时，只受这个死觉的感受，受这个死觉的挣扎痛苦，你根本就不知道死觉以外的任何感觉，你根本不堕感觉，叫见性。所以当死之时，你也知道这期果报将歇，那下面要去哪里，自己就知道了。所以将知道要去哪里，不见得是你一定大彻大悟的人，心中有一点念念之间不随感受的人，就类似我常讲的像世间的善人，真正大善人，他天天都是呵护别人的人，他临死之时他也没有死得的恐惧嘛，他甚至还跟子孙讲我好像要去哪里去哪里了。他既然知道要去哪里去哪里，他会执着现在躺在病榻上将死的那个老人的那个形态吗？不是吗？我将出去了，他是福德支持故，尚且都不被死亡的现象所束缚，何况你是修心，何况你说明心见性的人，对吧？那怎么可能？所以你平常看看，你是不是平常甘心都是堕在感受的最末梢，甘心都是抓着感受的执着在说现在的种种感觉情绪的人，你小心。那我们就要小心，于病苦之时，你就一样脱离不了，就走脱不了，因为你过去执着生故。师父，你累了。那师父，我刚才有一个感受，就是感受感觉和受者相的关系。受者相真的就是在心上参的时候，你才能够明白。受者相绝对不是用任何语言去你能够在里面体会的明白的，他业智都不能了，你拿现在的业感出来，我再跟你去分析，但是你要真的在觉醒之中，他信一切业智的就是他嘛。但是过去信一切业智的他时，他虽然说到是觉醒的清明，可是他就是在好事的造作里，他就在好事的造作里。所以我常说跟你常常经文中告诉你说，法身他念念在禅，你要看到觉醒时，你根本不会去避讳那法身现前处，那他呈现的一切造作，那造作到底是谁？他造作是不会造作的，不就是法身的清净在造作的吗？他在为你延续的吗？但你要不知道这个造作，不知道这个延续，你在世间法中，你再说一切造作怎么样回避，怎么样断了，其实永远没有尽头，不可能有尽头。你明白那个造作时，你明白造作也是同时去体会那个心里面的根本无作处，但无作处，所以它都能呈现种种成就处。你那要是稍微有一点体会，就类似我刚刚讲的，稍微有一点出于文中入流王所，所入即极，动经二相了然不生，对吧？你都知道动经二相了然不生了。那用六祖问永嘉大师的那句话，谁知非动，或许你大概知道师父要跟你讲受者相在哪里。
这是哪里？他说仁者分别耳，谁是分度？就是那个心嘛，那个心性，一切业智所不能及，对吧？那你说，那业智所不能及，我们现在都不能参了。你只要参，在给你破业的时候方便，似乎就一次一次心中深刻的体会。但事实上，那个四相也不是我们现在最初的那个我们里面以为心里面的解释，都不是，对吧？甚至于叫我见或是我相，等到你真正证到决心时了。对吧？那好像经文怎么讲？须菩提，莫作是说，诸佛不以具足诸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吗？佛一样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但你要堕在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就不知道佛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听懂吗？讲得很快，我舌头都打结。听懂吗？所以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非我见人见众人见众生见寿者见，那是在决心上你已经明明白白处，你看到决心一样可以立种种名，但是你是躲在名中说明吗？即非，那即非处你当下当然知道，它随缘处叫就是如实名，如是法，如实名，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所以像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非。你到明白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时，下面就告诉你，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实也，那叫明。对，但是过去你说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那都不是，因为过去你是妄业之中执着说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你在那么强烈执着之中，你都不知道大觉所现的一切是山是水，当下你根本不堕任何山水的种种造作。叫做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对。那这个东西要是在语言中解释吗？不是，那是你真正去念念在回光时，念念在觉心上体会时，觉心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就过去最初的众生凡情之见。于是你在参，那个感觉都知道是觉心现前，那个感觉你都知道是觉心。当你在下次见山就是现山时，你就发现是觉心啊。觉心可以见山，觉心是山吗？觉心不是山啊，但看当下看到山是觉呀、啊，那觉心是山吗？这似乎这个中间就好像你已经知道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你可以明白山，但你不是山。山水之间过去那种执受，你就好像已经跳开，就有那种鸿沟现前，不是山，不是水。那时候，这个都是你要不断参才能够，就有点类似入流往所。因为你看的还是山还是水，入那个流，那慢慢觉心更圆明出来，那个不是都不必嘛。觉心本来不是山，但现前不就是山吗？名字而已，你何必还要回避呢？大觉心里非种种山，非种种水处，但现前它就可以见山见水啊，它就不是过去众生业事执受执着的那个山水的名字，所以那个时候就坦然自在，它是什么山，它是什么水，对吧？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你懂吗？这个我就跟你讲，师父想跟你讲，你都可以点头。那你回去不参，那你都还不是。你说点头时懂了，你还是那第一个见山你点头的，见水你点头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你点头的，因为那个非你从来没有参透过，那个非叫入流往所，所入寂寂。你从来没有真正实当下真正认真去体会过，所以师父在给你归元起的那个法号叫什么印？觉印。对啊，你要印，道理懂是方便，道理懂是懂得指引。你要按部进班，按部就班，一定要发心，弟子一定要念念正德。什么叫正德？念念应用现前，念念体会那个应用，才是印。才能叫做印，你要这样做才对。你不是喜欢写吗？对吧？写字嘛，对吧？也会画嘛，对吧？你把那写的功夫，用你的心去写一遍。你懂得临摹吗？心也要临摹啊，对吧？用你写毛笔那个临摹的那种体会，拿心临摹，拿心去写一遍嘛。那叫觉印啊，
那天天都这样关的，关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我们都还没那么用功呢，我能讲出来都是皮毛，因为我没那么用功，凭良心讲没那么用功。古德祖师关到什么天昏地暗家破人亡，想那名字都吓死人了，人都人像都没了，那是过去过祖那个脑袋里面那个过去的红尘意识，那个叫家破了。天昏地暗，讲来果禅师开示里面，他的韦陀菩萨向前小个便，被那个纠察或僧子打一大香板，他才发现他刚刚为什么在这里小便。这是来果禅师的，还有过去古德的公案都是啊。你不是这样子去参过，你根本不知道这叫什么。你讲尽一切道理对你也没有用啊，有什么用？你就是不参。你懂得道理，心行若熟识，那念念之间每一刻都是你的应用。你心行不熟识，你就算懂得太多道理，只会让你什么，对吧？强加曲解。更何况懂了太多，好像声音，懂了太多的声音，那不过就是变聪而已。懂了太多的声音跟变聪，再加上没事别人在帮你旁边鼓鼓掌，哎呀，赞叹你，完了，那这是飘了，对吧？不是你会飘，我也会飘哎。所以我一直很少出来，就是这样的。我就是怕自己飘起来了，对吧？以前有一段时间，十几年前，有人叫我去台湾的佛教电视台去讲课，请我去哦，我不去。别人去要给钱的，我去不用给钱，因为他开台没有人，我没去，不去，因为我怕我在电视台讲了多久以后我就飘起来了，你知道吗？我自己陷自己于不义，就不去，对吧？打死不去，所以才会有那个什么，出一文中入流王所，就是你听到最后就没有声音了，听不见了。那叫胡扯，那根本你是没有参过心，心一点都没有参过。也有人说，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是祖师说错的，对吧？你不讲还好，一讲我就知道仁者，你根本连心都没有去参过，好不好？你要懂得一点入流王所最初的感觉，你都不知，你都不会讲这句话是祖师传讲错的，怎么可能讲的嘛？本来觉性就是随缘嘛，它哪有变，它就是随缘而已，哪有变？觉黑觉白它从来不变，因为不变故才能够起成是黑是白嘛。那你说是黑是白不是变吗？那是随缘，好吧？缘你都不知道，缘起你都不知道。你看缘起不知道，缘起性空就是整个大方广佛华严经中的精髓，表示没参过，都是在文字之中强加曲解，你一点都没参过。那我们出家人行者，或者是在家菩萨里面，尽是男尽是女，一定要老老实实参呐、啊。你不参，你讲那么多没有意义的。那我讲的东西，再讲的多任何东西，其实告诉你将来参嘛。那我懂得那个参就那一点，那一些，那个根本跟基础。我除了我当下体会那个基础以外，其他我也讲不出来。你叫我讲，我也讲不出来。有的时候讲也刻意要讲，因为我自己没参到，刻意要讲，我似乎好像能够知道他的道理，但你刻意要讲，我自己都知道惭愧，讲不明白。那讲不明白怎么办？你回去好好印证嘛，不是你回去好好在文字上面一直在那边不断的解释嘛，不是吗？所以你会发现每个文字都是叫你印证处，甚至于叫做什么时世尊着于持钵入舍为大臣起事于其城中次第起矣，你将来都会发现你的决心就是叫做印证的嘛，就在舍为大臣，那个舍为大臣就是你看到那个决心的具足叫丰德城，就在丰德城中，你每天都是在历有自如是游历如是起事。那什么时候你看到佛你知道吗？就是时时嘛，摄取之时，所以众生神佛，众生度佛，就是在时时摄取时，你才知道佛在哪里。连弥陀经好像在阿弥陀经也有这样讲吧？是什么？什么？到什么各处什么？好像也是起，怎么弥陀经怎么一下忘了？怎么有的时候什么起事，然后什么？也是十臂是不是？弥陀经、阿弥陀经里面，阿弥陀经讲的是。沉重香华供养十方，然后呢，
然后供养十方，十方经，几时还到本国？范事进行，然后范事叫做还至还至本处，本处还本国，还至本国范啊啊！你再讲一遍经文，来，我师父真的忘了。你仅以时时还至本处，对，本来供养十方诸佛，随时你那个心华都在供养十方一切的觉体，就在时时。那时时当下就是摄取当下，那个决心的摄取当下，那个决心一定在本处的。平常你看到决心在哪里，就是在一切觉体上面游历的。过去在觉体上面游历时，就是在一些感觉上流浪的。将来你都知道是觉体时，就是拿种种一格沉重鲜华供养十方诸佛处。因为过去你看到是感觉，现在就是十方诸佛，哪个不是佛？那你拿什么供养呢？拿你就是念念之间知道那个根本无量寿无量光的大觉心体，那叫拿一格沉重鲜华。他为什么不说拿一个花篮沉重鲜华？一格，一者就是福的如是法，格者从一从戒，就是根本大觉心体的律动，各以一格沉重鲜华供养他方十万亿佛。过去你看到十万亿佛就是流浪，就是众生，将来在一切众生相中，你供养的就是佛。那这么多的供养当下，即以时时还至本处，就是在摄取当下，你才看到那个觉心的根本当下的存在，那个大觉心体的作用信用显现，是还至本处。所以弥陀经中也都没跟你讲你信中说的，你要是真正平常你看到你心性中的游历，你要知道那个无量寿无量光时，在每一个感觉之中你就知道是觉体，你这每天都在如是游历，都在做如是供养，就是各以一格，每当清淡，清淡就是觉心最清明处，你看到都是觉体，每个感受现前，过去叫做流浪处，现在就是供养十方诸佛处。那沉重鲜华就是你心中清明的开发嘛，沉重鲜华用你念念之间心中所服的如是的法意，念念如是如律的心中的所有的威仪供养的。什么时候才能还至本处，就不做如是供养。因为什么叫还至本处，你决心就是如此，平时你看到是这样的如是供养，在金刚经就叫做起誓。那你看到那个当下摄取时，那从一切供养之中，当下一切行机灭，就他看到你还至本处。所以那是你要参心中时，每一个文字每一个经文文字，你会看到他就在教你如何当下用心。那绝对不是说哎呀到了西方天天好快乐，早上开始你就身上捧着鲜花到处去玩，到处看到佛就去供养，然后到吃饭时间一听打板就回来了，对，你就回来了。那个文字跟你心性都没有任何关系。你将来我说你刚刚那样子讲是跟心性绝对没有任何关系，那都不是叫讲经，那就不是贯穿义。你将来心中不正如是法，你也看不到西方。你将来心中不知道如是供养如是大觉心体，你也看不到你如何供养他方十万亿佛。你如何一时供养他方十万亿佛？你要明白那个觉体时，在一切感受上面，你已经知道它就是佛名，你已经就知道它就是大觉的信用。你随时那一念心，你供养一个信用处，就是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处啊。那都是你平常用心的经历，那叫清淡，那清晨心中的明明白白处。怎么突然那个经文忘记了？以前都会朗朗上口的，就是你就老了，就老了。今天有人跟我讲说，师父你还没老，谁说我没有老？就昨天开个玩笑，对吧？圣品跟那个年轻人说，我们师父年纪大了，需要人家照顾，所以跟你换个位置。那个影像我到现在还非常清楚。那个年轻人就回头看我一下，他马上说：“哦，好。”我心里想：“你别换呐。”你要不换我还觉得我年轻一点，看了我说好，真的老了，不能不服老，就是老了啊。好，大家时间到了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早点休息。今天这个是昆山最后一次跟大家这样坐在这边讲话，因为有的时候毕竟还是凡夫嘛，
所以有的时候疲惫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词不达意，但是大家来学来听，跟我来讲，都是发心都是好的。希望这一次大家在这边，在共同闻法的因缘，我们僧俗之间公布唐卷。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感恩师父。